各位早上好，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北京您早，大家早，我是张默。各位早上好，我是西欧。今天是2022年2月5日星期六。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，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。筑梦冰雪，同向未来，为前四名晋级半决赛的机会。北京冬奥会开幕，各地爱好者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，冰场雪场处处上演冰雪之舞。顺心控股，邀您精准对时。